布兰登那款，对，布兰登、啊。这就是也是那个烂瘸子讲话一直很大声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百货公司，非常有名的百货公司。看，联动的。对面这个也是百货公司，它很古典的。来去匆匆的人，这是英国高寿辣妹，那就是非常多。有回教的，回教也跑出来逛街。嗯，人就是来匆匆去匆匆的。让你们看看这个街景是怎么样。那个媚眼辣妹。算是一个主要街道 O2， 那是一个他们很喜欢卖布鞋，这就是购物 shopping。 嗯，后面的街景也是一样的。